嘿嘿，来啦！感觉我不会再快乐了。一日三餐没烦恼，今天就吃老爸秘制美汁汁。都说美汁汁吃不饱，就怪配料没放好，臭豆腐、腐乳、黄瓜丝啊！我尝一尝啊，提前啊没有洗，我就不洗，因为太馋了。你看着美汁汁做的行不行？中贵族。美真真有家吉明啊，你吼那么大声干什么嘛？你说这句话，你在凭空想象，你在凭空捏造，你是眼里有泡，你是嘴里流能，你在吗？你是无言秽语，你是咎由自取。啊妈的，我们你说话啊妈的中贵族美真真。